疼痛科这样看诊，吴瓜亲自体验，痛到想哭。我碰到一个病人带状疱疹产生的疼痛，跑到我们疼痛科摸他一下，这个痛得不得了。后来就用一个新的方法，就叫远络治疗，他就完全痊愈了。走久了之后，腰就会变硬。这个地方是他的腰部，按到底，其实你马上就会感觉你的腰会松。第四节、第五节。这个比较痛的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